你说，你知道人有很多东西隐瞒在肚子里面，会发炎。说啦。好啦。你喜不喜欢唐先生？有一点点。干嘛啦？你不是早就猜到了？有时候喜欢不一定能在一起啊。这我知道啊，两个人一辈子在一起，或许要加个也许，我在讲。但是曾经拥有不就很棒了吗 ？You know what I mean？ 可是，好，我告诉你一个故事，你听完以后你就知道为什么了。你说吧。就是在很久很久以前。一个小女孩，她出生了，可是呢，她从小就不喜欢粉红色，她也不喜欢玩芭比娃娃，她都喜欢玩具枪，所以每次拿芭比娃娃到她面前，她就会哭。可是拿看到玩具枪，她就会觉得很开心，然后看到芭比娃娃，她就又要哭，然后她看到玩具枪，她就哭。然后她这样一直长大，从来没有改变过。然后周围的亲戚朋友们都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她，觉得她不像是一个女孩子，她就这么承受这些压力，一直慢慢的长大，直到有一天她长到够大了，她有能力离开这个家乡，她到了大城市里面，她存了一大笔钱，她去改变了她的性别，她才终于觉得她可以很舒服的活在这个世界上。所以你以前曾经是男的、啊、反过来的、哦、是吧、啊、所以你现在是，我知道你很难相信，可是因为我最近没有钱打男性荷尔蒙，所以看起来就是不太像，所以我以后要叫你伯吗？可以啊、哦、可是为什么、哦、所以这就是你没办法跟他在一起。其实我觉得这也不是最大的问题，两个人如果心在一起了，任何问题都不会是问题啊。可是问题是，那么长久以来，我的梦想就是为了要变成一个男孩子，然后好好的活在这个世界上。可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喜欢上一个人，他是一个男生。你知道吗？我觉得突然所有的门都被关起来了。然后我就被困在这里。我想我懂你的意思。我现在觉得有点尴尬。嗯，我觉得现在我不想去想那些问题，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每天一起很开心的做很多的事情，我觉得就很好了。最重要的事情是老了以后我们都记得对方，有这段回忆。所以这段感情你只想要让他记住你就好。嗯，我想我懂你的意思。真的啊，你果然是我的好朋友哎。我也曾经很喜欢一个女生。真的。然后我觉得被她记住就好。嗯。被她也一直记住我。嗯。只要被对方记住，那就够了。嗯。我。哎。我上班的特别特别。Yeah. I want somebody to remember me.
真的，心都揪了起来。怎么这么像啊？真的。啊，实在是能遇到你太好了 ，bro。Yeah, bro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不是他，我过几个月之后他就忘记你，因为你们从来没有在一起。怎么会呢？你知道吗？想要让对方永远记住你的方法，就是你被他杀死。没事，我今天有点晚了，我先走了。阿文，拜拜。阿文，咻！你不要走啦！阿文，阿文，整个晚上爱了他，一直心急的一直在房子里面大叫着阿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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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阿文他都没有出现，他就这么躲在暗处，刻意将自己隐藏起来。而艾儿呢，她也睡不着觉，她整个晚上翻来覆去的想着整件事情，为什么我从来没有想过阿魂他的身世到底是什么，他到底是怎么死的。他在五点钟的时候就忍不住了，他起床，他急急忙忙的走到附近最近的一间图书馆，因为他想到图书馆里面会有这一地区的所有的简报，所以他想要一一的去找。于是他花了两个礼拜的时间，他精疲力尽。而古斯塔沃他因为被受到了太大的惊吓，他不敢来找艾尔。艾尔就这么专心的找着这报纸的资料，他弄得两只手都是黑黑的油墨，他非常的焦虑，一篇一篇的看着。终于，有一天，疲惫的他，终于在一份25年前的报纸上面找到了一则新闻。说他打开门之后是一大堆朋友，还有很多鸡尾酒，还有很多对那种 hiphop 没有说大家 yeah 的那种，没想到进去之后竟然是一个男的，只有一个男的，男子穿着燕尾服，手上拿了一个好大的钻戒，然后跟他讲说我终于可以娶你了之类的。女生非常的生气啊，我明明就是来就是 party 一下，但是却莫名其妙是这样子，所以那女的就断然拒绝那个男的，然后负气就要走了。没想到这个男的，他突然间已经精神崩溃了，冲过去说：“
你怎么可以这样侮辱我的感情？然后那个女的跟他讲说，我也没有干嘛，我以为今天来。这时候男子就拿着一个刀，狂挥舞啊，一直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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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女生当然用手就给他抵挡了，没想到那个男的没有要砍那个女的意思，因为他把他的刀口朝向了自己，所以女生一抵挡就把那个刀口刺进那个男生的肚子里面。就是这样，太令我震撼了。对了，我这里还有本他的日记，真的，给你好了，谢谢。照道理讲是不可以给你了，哎，但是不给你，我们剧情也走不下去。谢谢。不客气。他双手颤抖的拿着这本日记，他不敢翻开来看，他冷静的先走在路上，他强装自己的冷静，可是其实他的内心非常翻搅着，他其实根本就听不到车子声音，也没有办法看马路过红绿灯，他就这么乱走着，而车子来来往往的对他叭叭叭叭叭叭，一台大卡车就这么朝他叭叭叭叭叭疾驶而来，而就在一个狼冲之下，艾尔他忍不住躲避那个卡车，那个卡车就这么静静的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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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静静的碰他，艾尔被撞死了，全剧终。怎么可能啊？车司机就叽叽叽停在他面前，以后他突然大骂：“你干嘛过马路啊？”哎，他没有听到，他觉得那个声音仿佛就像是远方的潮汐声一样。他继续走着，这有什么好笑的？哎，没有，我不该呛你，不好意思。哎，他就这样子来到了一个公园，他的面前有一座平静的湖泊。他心乱糟糟的，他坐在公园的椅子上面，他终于翻开那本日记，很认真很认真，一页一页的看起来。虽然没有他的照片，可是他可以万分的确定，这就是阿魂。我跟他说过那么多的话，我知道他的每一个想法。这跟他这么像，就是阿魂啊。他慢慢的看到了后面，阿魂对这个女孩子偷偷的这个爱慕，已经到了一种狂妄甚至是幻想的地步了，他觉得自己跟这女孩子非常的相爱。而在日记的最结尾，最后的几天，他这样写着：玛丽她说她要嫁给我，太好了，我正在努力存钱买钻戒，玛丽你等我，我快要存到那笔钱了。4月29号，玛丽今天来看我，虽然她只能在门口对我挥挥手，可是已经给了我极大的勇气。玛丽我会加油的。今晚上就会去买下那枚钻戒，明天我就要跟你求婚了，玛丽，玛丽。日记就写到这里，并且日记的封底沾满了血迹。他不敢相信，自己认识的阿魂，竟然是一个这么偏执狂的人。他心想。我不想变得跟阿魂一样啊！他感到有一丝害怕，他有点想逃离阿魂，他不想再跟他一起继续生活，因为他怕被他影响他的想法。可是，不行啊！阿魂他曾经是我这么好的朋友，我怎么可以这样抛弃他？不对，我应该回去开导他，让他可以想开，他才能安心的离开这个世界，不是再做一个像空间一样的鬼魂。对，我要回去找他。他是这样想的，但是当他回到了那间房子的时候，他却再也见不到阿魂了。轻轻叹息，闭上眼睛，黑色的树影you
中，谢谢。好，刚才刚才各位评委七七八八都没。别凹赛哈，各位评委。然后我们还有海报跟卡片，赞助我一下。好的，来为大家献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。